今天呢，我给您说一段相声。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，说学逗唱。这些年你也就跟我合作，多新鲜！我要跟别人着火呢。我天天在舞台上，我那都是按文本演。对呀，你按过文本说吗？你也没给我文本啊。给你文本你用吗？我怎么不用？给不给在你，用不用不在我吗？后来了德云社以后，跳大的时候，那时候你都忘了。那我这因为这件事，我一直感恩于您呢。我去年一年每年过年我往你们家送那个补品，都一根一根黄色的那个，成箱成箱往你们家送。人参，人参，你补吗？就你这种行为，你再吃点人参，你得祸害多少人呢？黄色的那个有须子的那个，这不就是人参吗？泥鳅吗？不是。什么黄鳝呢？这不泥鳅，泥鳅也是黄的泥鳅。这我补哪儿啊？水中人参呢、啊、泥鳅那是。那你给我送点人参不行吗？我怕你惹祸呀。重量级的演员来这套、啊、他的名字叫马凤英。你们都上错坟了。我就是马凤英啊，您姓栾啊，栾凤英老师，栾云平，云字儿啊，那德云社云字不都走了吗？我老认为这个德云社那个云就没有了，就叫德社。其实实话实说，因为我的辈分的原因，要不然我也愿意要一个云字。给你。